我在我右手边，扶手，扶手，鲨鱼。然后在我的右手边的吉他手阿强。好，我们今天要带来这一首歌是离开我。那其实人生会遇到很多的事情，就像分手这件事情。那其实就是因为彼此可能或许不够非常了解，那所以才选择离开吧。那离开或许对他来讲是一件正确的选择。好，来这首离开我。走了。
我还站在路边，离开我，你会不会好一点？离开你，什么事都难一点。风来了，就微笑一点。你走了，我却在等。离开我，你会不会好一点？离开你，什么事都难一点。风来了，云就会小一点。走了，我住在雨里面。你走了，我住在雨里面。谢谢，感谢你帮我们带来的离开了。